然后一起读来。我们心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你看、神就这个经简，我是怎么给我的？你知道，这次不是用写的，但我是每天有灵修，但我读到这个时候，这个经简就像黑字啊，突然这个经简全部跳起来，你们这个经验吗？那我就吓一跳，好，我就说神啊，你安慰我，谢谢你，你说让我不要三字不可灰心，到的时候就会成就。好，这就是我那时候刚开始的两个经历。好，那我们现在一起来读这个经节，预备，Go。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洁、可喜悦的旨意。好，下面好。next。又超过了。对，这是第二节。对，好，你看啊、我 mark 身体，注意这个兄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将什么献上？神我们啊，他们今天有一首歌，或即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有没有？我看了这个，我就很感动。将你们身体献上，当作什么？活祭。我现在问你，什么叫活祭？什么叫活祭？啊 ？OK， 那今晚我们拜拜嘛，哈，那大家路中也不是咱，我们拜拜。弄台下，给人就是牲畜，在祭嘛。他们那时候在祭什么？用鸡啊！我说民间宗教在祭什么？祭神，祭鬼神啊！很多神。那我们在旧约有没有献上祭？有没有？也是有。祭的目的是什么？赎罪。赎罪。嗯，为我们赎罪。好的，那时候这个经解说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们没求，不像鸡那个鸭被杀了不用，神说我们只要当什么活祭，活祭目的说赎罪，但是这里说什么是我们要像那个祭物，我们要甘愿献上，我们要神为你所用，我要为你所用，我们活祭。而且这个活祭是要怎样？圣洁。所以当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而且要怎样？神所喜悦。所以有这几个：活祭、圣洁、神所喜悦。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好，这个就是神要我们侍奉的态度。好，下一章。我都动不了。好，我们现在来看圣洁，圣是什么意思？有没有知道圣是什么？啊，我们说守圣日、圣正安息日、圣圣洁，是什么意思？圣就是分别。我把礼拜天七天当中，我把礼拜天分别出来，这一天是我分别。我分别献给神，跟其他的日子不一样，叫做圣。那我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我们把我们人分别出来，我们自己分别出来，跟其他我们的人分别出来，我们是要献给神，当作什么活祭？所以圣是分别的意思，好，知道吗？圣洁。好，下面，而且你要下面这样。心意，对啊，就是这张，怎么又跑掉了？这张不让我看。心意更新，我们身体要活祭圣洁，神所喜悦的，然后这是理所当然。不要怎样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对，什么叫心意更新？我觉得我们读圣经有时候要这样读到淋漓，你要去淋漓去体会这个圣经节的意思。什么叫心意更新？
好，你要知道哦，在约翰福音第三章的时候，有一个人叫谁？尼哥底母去找耶稣，对不对？那耶稣说你要重生，他问他说什么叫重生？好，一起读来。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什么叫重生？刚刚说心意更新，重生新的生命。当你倒下来再起来的时候，你的心要不一样，你的想法要不一样，你要被神重新充满。当你就你想的跟以前都不一样，你会有喜乐平安，对你追求的也不一样。OK， 这就是重生。有没有这种现象？有没有这种事情？有这种经历的举手。OK， 对，呀，对，大家真的是要重生，生命不一样哈。好，我们再念一次来，北哥。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要心意更新。然后呢，叫你们什么？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什么旨意？我们可不可以查验神的旨意？可以。换句话说，神会不会向我们说话？会。好，但是我有条件，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们要圣洁，是神所喜悦的。然后呢，要心意更新和变化，我们就可以查验。所以我们等一下自己可以想，神会有这样吗？会有把我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吗？我能够查验神的旨意吗？我有没有心意更新？好，那下面我就要讲一些我的见证，盖因的我的见证，那见证可多了，你们要慢慢的听啊。好，这是什么？旧的音乐盒，我爸爸的心灵诊所，旧的音乐盒，好，这也是旧的，好，对，这是什么新的 ？OK， 在我在盖音乐盒的时候，有发生了什么很奇妙的事情，你都无法理解，建造缘起。我要盖音乐盒的时候，因为我们家出了一个 trouble。什么 trouble？ 我有四性事件，你看这是很大，那我们就财产要被封啊，一大堆一大堆，然后我就赶快把我台中的一个别墅就跟我姐姐一起卖掉，卖掉就有一点钱，对不对？我们就要来盖音乐盒，我姐姐，好，然后就有钱了，就可以来盖音乐盒，这音乐盒盖下去要几千万的，啊 ，OK， 那就盖，那我们就去画图。那时候的建造比例是可以盖六层，现在是不是六层？有没有人知道懂这个建造的？建筑知道你土地如果十平，你只能盖几平？六平。现在是啊，你其他是空地平，好，然后呢只可以盖五楼。我们那个那是道路面宽的问题，你宽多少只能盖多少高。那我们都已经建造，已经都去申请，然后到县府去申请，已经开始要盖了。突然有朋友有一天就跑来找我，在这个之前，我们已经申请过一张旧的建造，那旧的建造是可以盖80%，啊，六层变八层，然后呢可以盖六楼，还可以盖地下室，那差很多，对不对？我这个新建造只能盖六层。只能到五楼，盖、okay. 好，那我就要开始盖啦。钱都算好了，我建筑费用都给他的，全部都给他。突然有一天，有个人跑来找我。啊，对，我还忘了讲，我为什么旧的建造没有盖？因为高医师生病。高医师是谁？我姐，就是跟我一起，他生病，我们就停下来没有盖。没有盖，我们就去看那个建造，旧建造不能用了。
啊，要用新的建造。啊，好了，我们就用新的建造。要开始盖的前几天呢，突然有人跑来找我，嘿，你们这个音乐会的土地可以用旧建造了。我说怎么可以？他那个建造都已经过期了。他说可以，因为是921的关系，我们旧的建造都延期了。我说真的吗？我说真的，我去查，哎，真的可以耶。那我又花了一笔钱重新，又是建筑费用，但是我可以盖几层？八层，我可以盖六楼，但是盖六楼你要地下室，哇，要更多的钱，都算上。然后地下室我怕旁边会塌下来，哦，你要去跟旁边讲，那但是塌下来你要给人家算，就不盖地下室。然后就这样子盖五楼，就现在，好不好？那就是八层，就是这样。所以，哎，这是一个很大的奇迹，对我们来说。第二个，建材最低点。那时候我们要盖以前，就是在设计的时候是钢筋最贵的时候，啊，那时候很贵。我就跟神说：“神，我盖这个是要做福音站的，你嘛帮忙，我要卡小几了。”我真的都跟神这样努哎，没有想到真的要盖的时候，钢筋水泥掉了下来，就在地价的时候我们盖的耶。一坪那时候盖20000多，现在6-7万了哈，6万多，对，我们盖完又砰砰砰又涨上去了。我那时候盖的是，这个是很大的奇迹，对不对？好，还没完。然后下面就是我破土的状况。哎，你有看到谁？老大，这是谁？刘牧师，这个呢？肖牧师，还有这个是我姐夫，是我姐姐，就这样哈。我这里破土，就念了破土啊。然后这我姐夫，他现在在哪里？天堂。然后呢，就是陈信良牧师。好。好。我们盖音乐会的时候，装潢的时候啊，在装潢。那我们每天呢，每次啊，不用到每天，我们要去爬山，我们去那边祷告。那这个是谁，你知道吗？小兰，他那时候这么年轻，现在这么老，我们都去那边祷告，就是你啊，哎。那我们盖音乐盒的时候，音乐盒对面有什么东西啊？防空洞，还有铁皮屋。这个就是不行，他那时候我们没有照得很清楚。这个很多树的，这就是防空洞。防空洞上面长了这么大的树，那旁边有低低矮矮的铁皮树、铁皮屋。这个防空洞下面，咱以前的防空洞是往下的，对不对？你是往下，都每次下雨的时候就藏人那沟，都蚊虫都跑出来，你也很清楚哈。你在附近，这附近的人哦，都去要求。政府把它这个铲平，十几年都无法铲平，那是日据时代的，日据时代盖的。怎么我们在躲谁？美军啊，美军为了轰炸，然后好，但是突然有一天，女友在盖的时候，怎么对面来了一个挖土机？对，就是防空洞，就这里，就有个挖土机去了。那我就去问隔壁的人。怎么了？为什么挖土机来？他说我不知道啊，这么突然呢，就把防空洞挖掉，音乐盒要盖，他就自己挖掉，也不是我去申请，也不是我能力能做的，我都完全没办法，对不对？好，这是一个奇迹。这里有个铁皮屋，很小的铁皮屋。好，看不清楚，现在防空洞挖掉了。这个现在就平了，有没有看到？就没有那个，这旁边有铁皮屋，铁皮屋拆掉了，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拆掉耶，就拆了，然后就变成这样，后来就围起来，先变停车场，后来就围起来，但是你知道现在变成什么吗？现在变成，这都不是我们能做的。就现在变成景观公园，你现在去看就是这个样子。好，我现在要讲的就是说，当我在盖音乐盒的时候，我
发现很多奇迹，这奇迹不是我能够掌握的，我发现了哪几个奇迹。哇，这是牧师不说的，很耐烦。好了，你看，建造缘起，然后建材低点，防空洞给补，就这样，那我们就盖了这个。然后在经营音乐会方面，我有什么奇迹呢？第一年我就请刘牧师、又请林兰堂去经营，结果。不是生意人就是生意人，结果赔钱赔得很惨，那我看到赔得很惨。那刘牧师是用自己自掏腰包的，他自掏腰包，每个月赔很多，我看得好可怜。好，不是教会了，他自己赔钱，然后他自己还去那边端菜，刘牧师端菜。好，然后我就想说，哎呀，干脆回来，你收回来就自己的。好，要收回来一切。我就去参加一个韩国的特会，我那时候也会参加很多特会，祷告在韩国。啊，那时候韩国的特会有几个我们教会的科智会跟我一起去。那我每次去参加特会，我都会自己跑上去挤上去，请那个主讲人帮我祝福祷告。我觉得自己做这个祝福祷告太好了，但是我只盖个熊点丁。我真的给熊的，因为我常常给熊的路。这一次我不去了，你自己要叫人家从讲台下来，跑到我这里帮我祷告。我这样规定上帝的，你知道那是几千人的地方吗？几千人的特会，不是只有两个人的，几千人，而且我是坐在后面。啊，我就他那个特会是五天，我一天一天等都没有，没有人下来主动帮我祷告。啊，我已经到最后一堂，已经快十点，快结束了，我的心就非常的失落，真的，不垂听我的祷告，你也不疼我，好，然后我要问你的是，我要接手经营音乐盒吗？你居然不跟我说话。但是到了结束的前一秒，突然就是一个传道，就是上下，就走在我面前，我们那一排很多人啊，有智慧啊，有乐祥啊，几个人一起去。他就跑到我前面，我说：“这位姐妹，请你把手伸出来。”我就伸出来，他说：“手，今天的话要告诉你。”我那时候吓一跳，他跟我说：“神说你心中想什么，你就去做。”啊，这样跟我说，然后我真的也是吓一跳。我说：“神给我的都是很清楚的，不会让我去猜还是什么，没有。”然后我就跟我隔壁的人叶小，我就问他说。我很想再问这个传道到底他看到什么，我就问月翔，但是人海茫茫，几千人，我去哪里找他？他已经都散会了，我去哪里找他？我只是懵懂呀，根本就不可能。你知道月翔跟我说什么？嘿，他就跟我们同寝室啊，他就住在那个，我们是两排啊，我是住在那个都是地上而已的，都睡地上，啊，我是两层，那上面那层就是那个。没有床睡哦，是睡地上，然后他是睡在上铺，他就在你对面的上铺啊。我说天哪，哪有这种事情？然后我就等到他回来哦，等到他回来，那我就说，哎，陈道，你有帮我祷告，你知道吗？不知道。他说他不知道，他只是说神的声音告诉他跟谁祷告，我就去帮谁祷告。他就说姐妹你上来，我叫到他的床铺上，我就上去，他就为我祷告，他说。这位姐妹，神很清楚地告诉你，你就用心地去做，你就勇敢地去把它接回来。因为我从刘牧师的手上接回经营权了，我什么餐厅什么一窍不通，搞个什么屁，我根本不知道怎么餐啊，什么都不知道啊，我怎么去经营餐厅？好了，就开始去经营，结果惨赔，一个月赔十万，真的，一个月赔十万。我说神啊，你有没有开玩笑？你叫我接手了，结果你让我每个月赔，我后来敢不敢经营了？不敢，经营一年，我赔了多少？你自己算就好。我盖了这个音乐盒，花了几千万，然后又惨淡经营，好了，然后我就在跟陈信良牧师，知道哈，就是刚好，他都一直很关心这个音乐盒，就跟他讲。怎么办？这个餐厅我经营不下，我不晓得说什么。
他说没关系，我来帮你联络张记，他们就来经营这个云餐厅。结果就是因为他现在叫张记，他就经营到现在。他也邀请了来跟他汉堡店，好的。对，后来呢？我们破土的时候，我告诉你是2005，2005系列啊。好，在2008就成立音乐的协会。本来我开始愿意成立，我就是觉得用那我们的爱民协会就好，我何必那么麻烦？但是现在迫不得已的，我正要去成立协会，所以我很能干。我想说，我那时候怎么那么能干？我自己去办了，真的让婴儿协会成立。我们现在就要成立经营协会，那他就很麻烦。我说我那时候不觉得很麻烦，就噗噗噗噗就办完了哈。好，我就成立了2008成立婴儿协会。那下面我介绍一些。模式那个音乐的协会冠冕是谁？下一遍模式表演啊，这个是明珠啊，我每次看到他照片我都很难过。他在想引导安排，然后那时候因为那个钱，协会的钱大概是我需要去弄的，我需要去弄的，到现在也是一样。所以那时候有个程序，他就为我们。中间这个是谁？他们都去，又接那个发票，然后对发票。其实对中立都不多，一点点呢，根本就都没有。那时候只是做安心的。这个是谁？你知道吗？对。好，他们都会去捐发票。这个有上报纸。有。好。然后呢，我目前的施工就是这些，云餐的他们这个各种，这样不说了。在这个东西，你有没有看到谁？这是什么？宋慧月，这是俊子，这是洪红明，这是谁？夏娃。还有一个人，这是谁？明珠。我们云餐的那时候都请弱势团体，现在也有啊。这是谁？举手。这是谁？淑珍今天没来啊？有啊。在哪里？后面。但你看，他会弹贝斯，但是他乱弹的。哈哈哈好，采接太深道，以前我们搬到现在变采接太深道。那我觉得我已经不能 handle 了，我不能 handle 这件事情。我没有想到说从那么困难的没有一个协会，那么困难的一个开始，会变成现在这么大，夸奖很多，不是我起先的计划都没有，但是就变成这样子。我跟他只能说什么不行，那我就感动，就要把它交给你们了。但是谁来主导？我竟然不是说不行，这个要留在我教会，所以现在还在。教，我们还是在教会里面。那这是产接，大家最近都有看到一个产接啊。所以我今天要分享的是，我一生当中，从我40岁的时候，神就向我说话，都很明确。因为我是一个很理性的人，他不会用什么神机，其实这也都是神机啊，但是他都用理性的方法跟我说话。你来问问就说，你突然我可能不信，我的个性会不信，我不信那些。但是神就用非常理性的方法，给我精结，然后给我看，不是我能够 control 的 everything， 我不能够 handle。那一直到今天，所以我就是说，音乐会协会往后要如何带领，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每走一步，那就交在神的手中。神，你以后要如何带领音乐？那我们说了，我跟老大也渐渐衰老了。好，那以后呢是要怎么带领？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我只能说，神，我交在你手中。你看我什么好，就什么好。然后我要讲雅音，从一开始到现在，就每个月。
都只是一面的协会，他知道我们需要，所以每个月到现在，那灭火协会真的做了很多的事，我们带领了蛮多人来信主，很多人也就在里面，我们同心合力的工作。目前的干事是谁？小薇。小薇，他就小薇，他也在忙很多的事情。那我们希望我们教会的经理协会，我们跟灭火，我们都可以在神的事工来做一个美好。好，我们再读一次。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成全和喜悦的使命。我们背起来，可以吗？来，预备，Go！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我们就是要知道神你要我做什么，我们说神你要我做什么，我们就说神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这是谁说的？以赛亚书，以赛亚来，以赛亚，我们先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感谢你，主啊，让我在感谢你给我这么多的任务，有这么多你的旨意可以成全在我身上，我真的很感谢你，神啊，你要使用我，你也差遣我，主啊，往后的日子我放在你的手中，求你知道我，你也知道我们啊，华语堂要回去完成，让我们每一个人在你的面前。可以重新得到神，就谢谢你的恩典。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谢谢我们老大的女人为我们带来这么美好的见证，希望我们每个人呢都能够同心合力的一起来为神做事。尤其我们在郑医师跟阮老师的身上，其实我们看到的呢不只是神迹了，真的是人所做不到的，几乎在他们身上我们能够看到那一份真正的爱在他们身上发挥。那神呢其实也很祝福他们，你看他们两个儿子在美国发展的那么好，让郑医师他们能够无后顾之忧呢，可以为音乐盒为我们教会呢奉献更多，我们给他们一个掌声好不好？谢谢。那我们现在一起再来朗读我们今天的金句，来，我们一起再来念一遍，来，国语的一起来。所以弟兄们，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上帝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来，台语，台语，我一句，大家跟着念一句。一，兄弟啊，兄弟啊，所以我因为上帝的怜悯，肯定，所以我因为上帝的怜悯，肯定，献家己的身躯做祭，肯定，献家己的身躯做祭，是我的圣灵，是我的圣灵，上帝所欢喜的，上帝所欢喜的。这是恁信心的服侍，这是恁信心的服侍。第二，无得甲这世间亲像，无得甲这世间亲像，着用心智换心，着用心智换心，来变化家己，来变化家己，互恁会明白什么是上帝的良心。予恁个明白，什么是上帝个良心？通欢喜顺遂个旨意，通欢喜顺遂个旨意。谢谢美惠姐，英文。我念一次，也请大家跟着我一起念。Therefore, I heart you, brothers. Therefore, I heart you, brothers. In the view of God's mercy. In the view of God's mercy.Offer your body as living sacrifice. To offer your body as living sacrifice. Holy and pleased to God. Holy and pleased to God. This is your spiritual act of worship. This is your spiritual act of worship. Do not come for any longer to pretend of this world. Do not come any longer to the pattern of this world. But transformed by the renewing of your mind. But be transformed by the renewing of your mind. Then you will be able to test. Then you will be able to test.And approve what God's will is. And approve what God's will is. His good, pleased, and perfect will. His good, pleased, and perfect will. 谢谢玉婷。那我们现在来。